戴志颖，戴志颖第一名，拉拉拉队那个才，我爱你，不是，志颖。草地哦，草地的声音，走路也好啊，碰触也好啊，或者说你要拉草这样，就是把这个声音就把它搓出来。这个是龙眼，这个对啊，对龙眼干，龙眼干先要搓一个洞，搓一个洞，每一个都搓一个洞，你捏不下去哦，捏的时候这个做什么？做骨头裂的时候，你来啊，好痛啊，怪痛。效做电影效果是怎么做？老师介绍一下。老师，我可以先猜那个绿豆是不是下雨的声音吗？不是，鞭炮的声音。这个做鞭炮啊，就是我们结婚的那种啪啪啪啪那种。对，这个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才会有。这个卖那个了，抽破烂的。不是，你们绝对猜不到，这是卖烤番薯的。哦，Yakimo。Yakimo， 在我们那个年代才会有，因为你听到的声音就知道烤番薯的来了。真的吗？对，以前卖烤番薯是这个声音。这个最简单的，这个其实戴志颖，戴志颖第一名，拉拉队那个才。我爱你，不是志颖，因为早期的时候是满地都是草，现在就是在都市里面就是都是房子，就没有草了。你要去砍草什么，你就弄不到，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做。草地哦，草地的声音，走路也好啊，碰触也好啊，或者说你要拉草这样，就是把这个声音就把它草的声音，在草丛里面有没有？很草的声音，草丛爬来爬去，对，就这个声音啊。哎，竹子，在学校你乖不乖？不乖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在打你啊？中元节就是十五到了，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突然就是两声音这样。哎，就是把汉堡送出来，就是用这个，就前面的两个声音就是用这种东西来做的。哦，到底有什么呢？对，特效声。哦，这个是龙眼，这个对啊，对龙眼干。龙眼干，你带来吃的。但是你做了，对，等一下做完可以吃。龙眼干先要戳一个洞。戳一个洞，每一个都戳一个洞。你捏不下去。哦。捏的时候，这个做什么？做骨头裂的时候，你来啊。好痛啊，怪汤，怪汤，怪汤，骨头好像哦，这个好像哦，老师你太厉害，这是你找到的声音吗？我的手，对，我的手，骨折声，很有意思，超痛的感觉，马蹄声也能做，在哪里？这里看不出来有马蹄，马蹄声在这儿啊，做这个，对，看好啊，马不能这样子跑，一定要两下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一定要两下一下。刀剑怎么声音？刀光剑影，刀光剑。哎，这个是真的做泥做泥水啊，做泥水的。一般的话，你的剑是这样。哦，直接拔出来啊！直接哇塞，拔出剑鞘，拔出剑鞘，出鞘。但是那个声音呢，就是说你要是宝剑的话，哦，哇，这个雪地呢，就是拿稻壳，稻壳哈，因为早期的他们，我们做是拿什么？拿盐巴做。盐巴哦，在国外他们也都是拿盐巴在做，踩那个盐巴发出那个声音。采盐巴，所以问题是那盐巴东西哦，就是你采完之后呢，因为受潮干什么硬，就马上就硬掉，结块了。对，就不能用，就用这种东西来做。这东西做一个好处就是，这应该是你买囤积鸡蛋留下来的。被发现了，真的囤货，真的，老师不用囤蛋，一天吃个一颗够了。你看这种东西啊，你看那个007这一集里面，就是他就是走那个雪地里面就，它就像雪，有没有？就像雪，对，雪地很深的那种穿法，就用这种东西走出来。哇，厉害厉害！来，老师去准备这些东西。哇，今天真的给我们看了好多眼界，难怪这个实至而名归。